何为真又在这个嫌我们的歌曲，他每次都这样，嫌我们抢拍，然后这个对啊，嫌东嫌西，抢拍，然后走音。他没有，他就觉得他自己会唱歌啊，自以为。对啊，我们这边都是 label 很低的，就是哼，唱什么东西 ？Oh my god！ 搞什么灰机、啊？斗退路你会吗？哼，我不会。来咯，上碰下下东风，来咯，还没听呢、啊，听咯，哦，听咯，数七班咯，哎呦，来玩个冲冲冲，冲起来，考录一下，冲冲冲，哦，那是对对，每一次，对每一次，每一次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操作跟动作跟技术，比方说七敌战术，你不管是古代或现代的兵法，你要，三分假，七分真，人家才会相信你是三分假也是真的，才能真正的骗到人。是。那如果你的技术变成习惯动作，那就失去了它欺敌的效果了。冲！士气，哎呦！那这里如果金元兄用一个那个鬼切，把八万从手里切出来，那就会像拆六八万了。嘿！哦，吓我一跳，真的是，哎，我真的被吓到哎。三六条，嘿！不是因为我刚刚正在发呆。在发呆，要被观众说我们没有看到。哎呦，终于听牌了，嘉豪。谁？嘉豪，六九条。江江豪啊，花，没听，这么长还没听。还没听，哇，白皮没线。白皮，冲啊！四七万，九条会放枪。会吗？没人听告诉我。有啊，嘉豪啊，嘉豪，江江豪，嘉豪，他刚听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刚刚不是讲了，拜、你在吓我的时候，我在讲啊。哦，好，你很认真，过不过？过。你过那么大声干嘛？过就过，你干嘛那么大声？没有啊，就过啊。过啊。过。过水了。过水了。十七万。三饼，再来一张。啊，可以有嘞！哇，这个就是好，没有错，可以了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没有诈唬 ，OK？ 没有诈唬，棒棒棒 ，bang bang bang， 棒棒棒棒棒棒，您家的棒棒，很棒，好吗？恭喜我们的嘉豪，恭喜第三把了，江江豪，江江江江江江江，过水自摸。标准的呀，过水六九条自摸。恭喜，好，那这里到金元哥来当庄。南风北，我们等一下第二将呢，南风北结束，我们会稍作休息。那各位观众朋友，不要离开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会回来。然后等一下会东南换位，西北换位。然后嘞，等一下就要来最后今天的最后西风跟北风，就是我们决战局了，决战两圈。